收汁收到差不多了，色泽红润，加上闻到酸甜的味道，这餐可以吃两碗饭。猪手首先焯水，放姜，倒入处理干净的猪手，加些醋，料酒，期间撇走些浮沫，煮它五分钟就可以捞起了。过冻水洗翻干净，然后白镬炒干猪手的水分，这样可以更加好地去除的猪气味。洗干净的镬，热镬放油，倒入老冰糖，慢火将它炒溶，炒到这样的颜色就可以了。跟着倒入猪手，放姜，蘸入滚水，调入两根生抽，香叶、桂皮、三粒华梅、两根酸梅酱，想啲猪手快啲淋，我转瓦餐嚟炆，冚盖中火煮40分钟，中途试一下味，调到自己中意嘅酸甜咸度，时间到咗，收汁收到差唔多就得啦。色泽红润，酸酸甜甜，好有食欲，今日可以食两碗饭了。